要脱衣服。啊，中间那个音是对的，音是对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往上走啊，就差一点点，不确定，再来一遍啊。尾音有点，就是后面有点劈啊，就是后面调有点不准，你再来一遍，这个挺好的。嗯，这边好，这边好。就这样吧。啊，这达到你心中完美的要求了吗？好像还行。它也不能太那个什么，不然跟前面没有办法衔接。不是你要不，我按着这个，然后你唱一次演示给他看，他不然他可能抓不到那个感觉。其实他都已经快唱完了，我现在演示给他看，不是在耍他吗？我觉得 double 吧，直接录 double。double 吧 ，double 吧 ，double 吧 ，double。OK。你跟他按着，你按一下，按一下。林姐是不是不服？啊，有没有不服？没有，听出你的语气不是很爽。没有啊，杨老师说什么，你怎么能反驳呢？好，我们再来一下那个 double 的地方。做你最初你最宇宙间，在对我感到越来越分泌恋，你会发现你一深深被我套圈，命运已经相恋，我成为你的底线。然后前面有一点点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做你最初你最宇宙间，在对我感到越来越分泌恋，你会发现你一深深被我套圈，命运已经相恋，我成为你的底线。还可以，这个听听啊，连起来。咱们一直在大地中站立，从不退，也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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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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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，坚强的意志在大地中站立，从不退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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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。可以吧，还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往下啊。等会儿，那个是不是没有那么，那个好抑郁的那种。你想要什么？对对对。但我觉得你还唱的感觉是，我们觉得这个感觉更好一点。这个感觉很适合，嗯，你唱适合自己的感觉就行。他可录完了吗？对啊。啊，觉得怎么样啊？真的好好听。你觉得这个歌好听吗？看奇怪的东西。好听，好听，真的好好听。你觉得他可这样子唱的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他一看就是很认真做好那个功课的，所以我好感动。真的，就是说他刚刚。你紧张吗？唱的。我超级紧张，因为阿言在外面坐着，我就超级怕唱不好，然后就是想把这个作品弄好。看了云次上升到作品，对，那我能力有限，我尽力。我很满意。不行，你这个音不行，你这个音不行啊。好，再来。音。加油。可以，前面可以的。所有一切唱错了，有点太实了。再虚点。你就尾音放掉一些，你前面进的挺好的。沙漠尽头被勾勒出一笔，樱花就像流淌在我心里了。Uva, Fuego, Dada, Bian, 在火焰中只有少许的蜿蜒，但凝聚在一起可以奋力攀岩。美的蓝真 keep waving， 就在这个河我也不会枯竭，再次开出了最美的沙漠之花。No diving, I say no pain, no gain。亮亮的火花。
好香啊！不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录完了一遍和声，从头到尾，我觉得我的大脑要缺氧。现在是凌晨12:40，大家再祝我出道6周年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我也很爱你们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算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作品了，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珍惜它，然后也觉得这一次很有意义，在这里兼棚啊，跟大家一起搞音乐，真的真的 meaningful。 反正我嗨了，我嗨现在 come on come on let's do it。看看这风风补补补丁一样的感觉，天哪，我好开心啊，这是我写的歌。是我的出道6周年，然后也是这首歌的代6周年今天是我出道6周年，然后也是今天这个歌 Sandblast 的诞生之日，让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。应该是你的正式发行作品的第一首，不是 VR 吗？但是那个有别人一起参与嘛，这个是你独自完成的。对对对对吧，对，独立完成的是第一首正式发行的。我们选了一首，这首歌实在是写的太好了，这个舞编的也太好了，跳的头发都掉了，我的天哪，跳掉了，绝了，而且这是我最近才接的头发，竟然它掉了。贵吗？贵，一根儿好几千的。太有钱了吧？天价，天价，天价，我来报无价，无价之宝。
five。张宇哥是一。张宇是几？三。你是几？二。好。然后陈琳是四。你不会是拿口红画的吧？就是口红画的。戴老师压轴，对，戴老师，张宇哥当艺术家，一是跳舞，二是唱歌，三是跳舞，四唱歌，二是唱歌，二是唱歌，二，然后他你是三吗？我是四，我是三，你是三啊？对，张宇唱歌，然后陈琳又跳舞，戴老师又唱歌，挺好的呀，合的完美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开头，是不是我们团的蛮合你心意了吧？这个非常合我心意，而且是天注定的，不是我安排的。现在连老天爷都是这么想的，天注定。没错，我是一。是，开场了。每次都是我，我每次都是一。啊，这是个天生的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厉害。可以到达90度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你给朋友拉拉筋啊！我可以再拍一点。哇！哎呀，别伤害自己！哎呀，孔小颖好恶心，因为她鞋踩张宇哥的白裤子，都踩脏了。你看，你是大龄，她孔小颖踩张宇哥。我举报他一个腿，藏在我的腿后面。一个腿弯都不行，好累啊！哦，可以可以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。哎，有点有点别扭。反正要躺在地上，我先躺一会儿。嗨，那就好了呀。来，东，往后仰，往后仰，妹子们来。来。不在，他不在家。往后压，往后压，来。张宇哥，拉不动。来来吧，从头。老师，你让你先。最后结局的结尾，戴龙哥在这儿啊，不然每次都夹缝中生存啊，张宇哥。OK， 这样子。马老师是让我这个地方出去，最后 ending 的是白圈。哦哦哦，我才明白，我不知道，对对对，知道了，就是、好，就是、我最后再穿，我再穿进来的。哦、啊、不，往里坐一点。后腿，我操，我有点酸痛。好，好来坐。救命！跳完人这样，头发怎么做？葫芦，全部喷住。做那种，就是那种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古墓丽影。这样全部就是弯弄的贴在头皮上，我们这个是第几季了？第六季哎，第六季。我这第六季整季全素颜，真的假的？我好像没看过，我目前为止好像就我好像没有素颜过。后期给你美妆吧，快点剪吧，他们天天催。一天到晚对啊，你那个能不能知道先把那个小红书摔倒的那一集快点放出来，我都好想看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你那个弹舌也蛮好笑的。我知道，哎，就你看过那个吗？就是《美女与野兽》的蜡烛精灵。
蜡烛精，那个蜡烛精灵啊，你知道吗？漂亮啊！加一点点亮，或许把这给你抬过去，不就得了？光好光，光好皇冠，也不敢皇冠。你想当女王啊？那你再给我准备一匹马，拉着他走。马已经走了，马把他运到那儿就走了。老马。你是一个演员，你要演出那种信念感来，就是马把你放下来了，马把你卸下来了。让马老师帮你拉一拉。啊，马老师，对。马老师帮，给我镜头。解释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怕大家觉得我胖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就是从十三岁中途开始训练那一天，我很减肥，我对着感觉，加油哥，我瘦了4斤了，各位，4斤，我想想，我从99变，你好厉害，94，太棒了，99变94，好厉害，8斤，是吗？啊！嗯，我99变94也就5斤，能省8斤。啊，就是有人替你算着呢。好，我以为算着你哥替你好好算着。对啊，没有拿。反正就是瘦了很多，大家哥看我觉得没什么变化，然后我还非常就是您看吃着肉什么的，然后我不要再吃了，但是我要解释一下，我真的瘦了很多了，就是只是看不出来而已，所以我就稍微吃一下这个，可以吗 ？OK。OK， 那你多吃呀。啊，不多吃，好甜的。下雨滴。对。有几个啊？第三个了。一共卖垃圾吃就2个，一个坏，一个鸡翅，怎么就第三个了？我肯定不是很慢。但是你费劲，你着贼费劲。还有个冰在里面呢。冰，王老师在这儿呢。是吗？就是回味一下，没有画画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咱跳不动。多吃几个也不会胖的，胖到哪去？也胖不到哪去，我说。俗话说好，胖不是一个人胖的，所以我昨天喝了杯奶茶，也是2个人。你这。完成音乐怪惹我，啊，他就气我呀！我都没说话就惹你。对啊，你看你录别人的时候，你都不怼人家，你就录我俩的时候那个。他不敢怼别人，我有点时候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没有怼，没有怼，我只是。这是什么依据呀、啊？这没什么依据。太善良了，善良排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剩下人都善良，就我们俩吗？对，很善良。那我圆圆吧。好。今天跳不要跳了。怎么了？头发又变辫子了？又变辫子了。老板说我找到了人生发型。对。意思就是说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型。是吗？他说这个吗？哦，他说这个。啊。谁说的？他头怎么样都好看。但是他说，头大的人是这个好看。头大。萌姐试一下。不要 Q 我。不 Q。不 Q。不 Q 你们姐。我的爱马仕根本就不行，都是200-300人。爱马仕。不行。爱马仕关键时刻不行了，转发评论就50。爱马仕。谢谢了吗？爱马仕，对你们表示不满。这么营业了都，这么营业，记得什么空名刷起来啊，等你。空名最可怕了，没一句真话。啥意思啊？啊？除了小姐姐，说小姐姐是那个音色流氓，是怕我忘了呀？我其实想起来了，音色流氓，我第一次听到小姐姐说这词的时候，我都惊了。音色流氓，对。还有这种词藻来形容自己。这个是好，那好吃还是不好吃？你就吃它。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？给阴影了，音色流氓啊！你是规划在的音色里，还是规划在的流氓？Thank you.
好 ，OK。回去换衣服，又要换衣服了，要换回刚刚的衣服，真好，我最喜欢跳沙漏了。表情表情壮大，把你的壮大最大的一次剪进去的，来准备，我是音乐这边现在每人抽一部手机，小英姐好紧张啊！我的手机呀、啊，小英姐越太远了。有没有 iPhone 啊？我要抽这个。好像要。这个能量啊。对，然后咱们看一下手机的背面，都有一个对应的角色，每一个角色对应了一个位置。哈哈哈哈哈！戴梦哲，戴梦哲。啊，这个就是。我最怕这个。就是这是。马老师呢？我跟娜塔莎。我要跟马老师换一个。哎，跳娜塔莎的人必须要跳娜塔莎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再看一下咱们面前的这个牌子，每一个座位都是不同的剧本，要对应不同的位置。大家看一下自己坐在哪里。哎，表一表这个名字叫纳法尼尔，我刚开始纳尼撒尔。纳尼？纳尼撒尔了。纳尼撒纳法尼尔在哪？纳法尼尔在这儿，我这儿。你是指挥官哎，你好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们在听我的指挥。
哎，跟我玩过剧本杀的人应该知道我是啥样。我感觉你手，我感觉我已经就结束了。我猜着了，我整个不发射。因为咱们现在人还没有到齐，所以就先不讲这个一些注意事项，咱们先看一下剧本。看剧本的时候呢，除了姓名之外的任何信息都先不要说出来。好。嗯，然后会有人来给大家换衣服，大家先稍看一下。我抽到的角色叫做希拉里。这个角色是我们可以记的吗？对对的。你给我上分析的。我妈呀！希拉里，两个分析。分析，我好像是个女孩。哎，已经有人给我寄嘞。你是，已经有人给我寄过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你不能给我们看了。Diamond， 天哪，这个太像我了，在剑桥大学生物系就读。哎，不能读就来，不能读。说出来不是。好，我知道你是啥了。啊，你看。哦，不能说的。你可以。我就想显摆一下我的优异成绩。自我介绍可以说。一会儿我们都会说。天哪，这个也好适合我。好适合你，你不是这个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是拉萨尼尔。拉萨尼尔。拉萨尼尔。好，小雨开始强大。小雨安静了。小雨，你是什么？我是这人家这里的肥牛。肥牛。狙击手。对吧？对吧？素肉。那塔莎怎么上来着？遥远的西伯利亚。对于自己的公演很熟悉的徐安玉卓。戴老师是希拉里啊。我是希拉里，我是执行官，一看就是当官的，不是执行官，是执勤官。好像官不是很大的样子。我也看不出，我觉得有点差。你这官迷。我先看看。哎，那马老师是警卫员。汤普森，警卫员汤普森，小汤。您是这边的？我是希拉里。对，我在外面等过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蛮好的，太时髦了，还带两个大环。怎么样？对这个衣服？满意满意，走吧。哎，我早知道穿凉一点了。Hello everybody。好，来下一位警卫员啊，警卫员。我来了，我第一手是吧？对。啊，你在雕什么？哈哈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来有烟的，有烟的。刚还跟说有漏斗，还说错了。我来了。其实，我可以给您换一个。哎呦，你这个好帅啊，我好想给你换角色。金的不是金的吗？拿出来一个金色的烟斗。那如果烟斗是金的，拐杖。哈哈哈哈哈！指挥棒有。哇，性感指挥官，我们小哥。我小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感觉帮我扔一下，这是谁啊？伊丽莎白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这就是你平常在嘉兴路的样子吗？这不是你的衣服吗？这是在我骗我，是罗森门口买奶的你吗？这是营业罗森门口营业的你吗？我就是简约风啊。怎么？这是罗森门口营业的孔祥英，这不是他自己的衣服吗？还有夸张点的，复古美配什么？从指挥官坐中间对吧？对。指挥官，其实您可以这样啊，就是您这件衣服不要收在旁边，大气一点，一甩坐下。这样，我稍微给大家做个小演示了，好吧？来。你不要拿着拐杖来了，你们就不要拿着拐杖来。哎，我肾都笑痛了，好笑，好好笑。啊，我人家都在笑你呢。什么行为？指挥官，你可是指挥官。还给姑娘摆。好，你可以左手撑这个拐杖。哎，对。好了，来。画面太美了，可以了。你看。我要拿着我的。快，还有，上去。要拿我的那个大枪，全都被坐上去了。啊！别拿了。站好，Taco。来。Taco 站着了。
他是你是警备员。坐在那些那个。我哪敢跟他们坐在一起？肖云姐，我也不止两年吧。肖云姐50岁，你还给她排舞吗？肖云姐50岁的时候，应该乘风破浪的，乘风破浪的姐姐呀。乘风破浪，我应该都跳不动了吧？一眼跳呀。哎，不对，乘风破浪姐姐，钟丽缇呀，人家钟丽缇和这个伊能静什么呀，都是这么大岁数了，不止呢。52岁。都是好几嘞。52岁。保养我钱呢？你也可以保养，你多拍什么戏啊？好好拍啊！啥戏啊？啥戏？网大什么的，网大。乡村爱情对吧？乡村爱情，有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让他当女一，他也去啊？为什么不去啊？对呀，我当然去了。乡村爱情当然去了。就是我去演那个谢大脚。谢大脚。那你大脚，你的脚得割了，长大了。大。这什么？唇印呢？